听到没有？你过来，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啊？啊，你没看到吗？你把我的裙子都刮烂了，看到没有？你怎么走路的啊？你这个小孩，哎呀，还拉这个柴那么长在这里扭来扭去的，你没看到吗？你知道吗？我这个衣服啊，这个裙子啊，是特定的，就只有一套啊。现在你看，被你刮得这么烂，赔钱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没有3000块钱呢，你走不了，你知道吗？哥哥怎么办？我们没有这么多钱。没有这么多钱呢、啊，你快点赔钱给我。对不起，我今年读6年级，身上没有那么多钱。没有那么多钱，我管你。只有2块了，我先给你吧，剩下的先欠着。2块钱呐、啊，连那么一点点线都买不到啊！我不要你的2块钱，我要3000块，一分都不能少。哎呀，那你的家人呢？你叫你的家人过来赔给我。哎呀，你看看啊，被你刮得这么烂，你还叫我怎么穿出去啊？真的是的，你没事干，你干嘛非要来这里搞这种啊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，美女？干嘛？你骂我们村的2个小孩干嘛？哎，过来过来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你又是谁呀、啊？我是这个村的村长啊，到底怎么啦？哎呀，你是村长就了不起啊？怎么啦？你们村这些人啊，怎么那么没有礼貌呢？啊，拉个柴还逛来逛去的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个路那么大了，还刮到我的裙子，你看都刮烂了。啊，哎，小盛，还有小东，你们两兄弟怎么拉柴刮了人家衣服？那有没有跟人家都对不起啊？说了。说对不起有用吗？一句对不起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吗？啊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裙子啊，全世界就只有这么一套啊！还有啊，私人定做啊，做了3个月才做成的。哎呀，美女，你消消气，你看人家小朋友，对吧？拉个柴也不容易，人家也没有那么多钱赔给你，你刚赔钱了吗？就2块钱，给我买这么一点线都不够呢。哎呀，人家他家境本来就很贫穷，你看他现在都无父无母，跟他奶奶一起长大，他奶奶也不容易把他们抚养长大，你看他们那么辛苦，你看还上山砍柴回去煮饭呢，你就放过人家吧。我管他怎么样，反正是他刮到我的裙子，就要他赔钱，没有钱了走不了今天。怎么呢？你就跟人家一小孩、人家才读6年级，你看人家有钱赔给你吗？他没钱是不是？那你身为他们的村长，你帮他赔好了。你那么多管闲事，赔钱不赔钱的话，等一下我一个都不能找。那要多少钱啊？3000。3000块？是啊，你没看到吗？这么漂亮的裙子，你见过吗？这有3000块。哎，赔不赔？马上我赔给你，你放心。哦。我知道了，你知道？行行行，赔3000给你，快点，3000是吧？浪费我时间，3000就3000，拿着，够了没有？够了够了，好了，以后啊，叫你们村这些小孩啊，走路看路啊，好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干嘛？你说走就走啊？哎、既然你看你的问题解决了，但是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啊。你能有什么问题啊？钱都赔给我了，那我不走还在这里浪费时间呢。那你说你的衣服是3000块去买来的，是、啊、那我赔了3000块，那这衣服不就证明是我的了？你现在立刻把它脱下来给我。什么是你的？我有说过要卖给你吗？哎呀，你钱都收了，你不卖给我啊？这个钱呢、啊，是他刮烂的，我叫他赔的，是你自己心甘情愿赔给我的。我赔给你了，就证明我把这个已经买断了。你现在我不管那么多，不跟你也不跟你讲那么多。你现在马上脱下来给我，不脱你就别想找。我跟你说，我花了钱了，我就应该要得到的。你自己花了3000块，你得到衣服了，那我花了3000块，我什么都得不到啊？哪有这样的事情啊？你这个真的是流氓村长啊，在这里大路中间怎么脱啊？你我管你怎么脱啊？还有啊。哎呀，你要我这个衣服干嘛？你管我干，我拿回去当啊那个扫地布都可以。什么扫地布？哎呀，我不跟你扯那么多，我走了。哎，你脱不脱啊？哎呀，在这里啊，那要脱给你也行啊，你让我去那边
公共厕所那边，要不然去那个小树林那里拖吧。我不用你去那边，我就现在就要拖下给我。你去那边等一下，一去不回怎么办？你跑了那怎么办啊？这个村长，拖不拖？怎么拖啊？我拖了还能走路吗？哎呀，你也知道拖了不能走路啊。那我给你看看。看什么？我们村啊，这个是一号监控，刚刚我早就看了监控了，你自己看你做的事情。哎呀，看到没有？不是我啊，这个人。哎呀，一模一样的衣服，还不是你？两个小孩也在这里，时间也是在前面那几分钟前，还不是你啊？哎，你放了我吧。哎呀，你像你这种女人，你看人这么漂亮啊，心里面怎么那么黑呢？连人家六年级的小孩你也骗，人家有钱给你吗？人家已够可怜了，你还火上浇油啊？你让人家日子怎么过啊？我也可怜呐、啊，我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，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办法。想到这个办法，他们两个那么小，好骗嘛？好骗，坑蒙拐骗，一看你这种人就是惯犯。不管那么多，现在还要赔钱吗？哎，不要了，你就不要拉着我，我也不能脱这个衣服啊，我就把刚刚那个钱还给你了。还给我了？是啊。那不行哦。那怎么不行？你还给我，刚刚我买了，对吧？你让我很不愉快。你看，你扫我的兴了，我花了3000块竟然没得到东西。不过你现在要赔偿我1000，赔偿我的损失费，不然你赔偿走啊。哎呀，还要这种啊？对啊，我没有。不然我就报警。哎呀，不要报了，报警！别报，别报！哎呀，怎么这么倒霉呢？本来想捞一笔的，结果还亏了一笔。我给你，真的是倒霉死了。哎呀，哎，1000，就剩下200了。以后啊，不要再做这种碰瓷的事情了，不好了，现在都是天眼呐、啊，天眼灰灰啊，疏而不漏啊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人这么漂亮做这种事情啊，你不怕以后啊进派出所之后有案，你知道嫁不出去吗？哎，我以后我不敢了、啊、记住啊，一辈子都不要做这种事情了、啊、要好好努力工作，赚自己应该赚的钱，知道吗？好了，那我有事我先走了。滚！哎，真的是怎么有这种人啊，连六年级的小孩都要骗。哎呀，还有小向小东啊，以后你们要注意点啊，遇到这种像这种坏人的话，要么就大声喊救命，要么就等警察来了处理，知道吗？不用怕他们的，好吗？俗话都说邪不胜正，知道吗？好，然后你看你熊姐跟你奶奶一起生活也挺难的，那2块钱买来拿来干嘛了？奶奶叫我拿去买蔬菜的。买菜呀、啊、买菜呀、啊、哎呀，2块钱能买多少蔬菜呢？哎，行行，哎呀，来，拿着村长这些钱，你们拿着，当着村长给你们的啊。不过啊，以后啊要好好努力工作，长大了啊好好报效祖国，好好孝顺你们的奶奶，好吗？你奶奶很辛苦啊，把你们拉扯长大，知道吗？好，那回去煮饭了，来，拉扯，来。谢谢村长啊。行，没事没事，来，小东你继续帮你哥哥推车，来推回去吧啊。来，有力气吗？来来，走走走走走。